请了故人西施风和流，故人西施风和流，风和流，风和流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孤蓬远影碧空尽，孤蓬远影碧空尽，碧空尽，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，唯见长江天际流，不是长江啦，唯见长江天际流，唯见长江天际流，是啦，大家好，小弟是贾良改，啊，八卦的人呢，拢叫我是梁介先，哦，我碧雕的好朋友，欢迎您收看《梁介先教台语》。哎，进步是愈来愈多，在我正手边啊，这个就是欧游戏克莱尼。大家好，我是欧游戏克莱尔。那么在我的左手边呢，宋慧乔，咱雅虎的小编乔编。大家好，我是乔编。啊。对哦，愈念哦，念诗就是安尼讲，读诗千首啊，免作自由啊。恁两个哦，回去哦，东施三百首，爱时时提起来念，你知无？等下，我刚才你在讲啥？啥物自由？你是啥？读诗千首来讲，你若读一千首吼，啊，唔免想到会当随时做一首诗出来啦。免作自由啦，免作。我觉得我小时候有这个天赋，欸、长大就没了。啊，你用台语念的吗？不是啊，哦，用国语。哦，未歹。啊，今麦甲恁复习一下吼，譬如讲王祖良老师，吼，啊，台中海大会林小良老师，啊，台北有真侪诗社，像吴秀珍老师啦、洪世苗啦，吼，啊，佮黄冠霖老师，这拢真侪。啊，你伫网络会当找到因的。真留真侪即个语音会教材落来，啊，大家使去甲看。来，今仔教恁即个听多，佮甲你测试一下，来多尖，甲你多看麦啊。来，食啊吃，啊，食好食的物件，好食咪？吃的，我干嘛要多要啊？来，你先来，我先来。这什么话？要炖排骨，排骨，排骨，要炖排骨。哦，安尼讲对。这是炖排骨啦，哦，啊，这用汉药啦，哦，你看着有甘杞，哦，啊，这有诶呢，啊，有青杞啊，内底有诶有冬瓜，冬瓜，冬瓜，对，哦，甘杞哦，甘杞啦，甘杞哦，甘杞，枸杞啊，枸杞，对，我都听枸杞诶，啊，我用甘杞，这甜啊，啊，这枸杞，哦，甘杞，要炖排骨，要炖排骨，诶，这炖诶就对啦，这叫炖啦。丁登高楼，什么叫登高楼？不是吗？这是国语叫做糖葫芦啦，吼。啊，咱台湾这古早叫，因为这古代用啥呢？用李亚来做的，李亚你知无？李子，嘿，李亚，啊，李亚是不是会生生？是。哦，啊，我靠，这包起来，哦，这叫做李亚藤。李亚藤啊！李亚藤，啊，即卖有人用迄个干妈咪。干妈咪，啊，佮有用草莓。啊，对，啊，用迄个气泡啊。气泡啊是啥？哦，你讲的啊。哦，气泡啊是草莓。啊，对，气泡啊，啊，迄吼，迄个梅做这个李亚藤。李亚藤。哦，啊那，迄个干妈咪叫干妈咪藤。干妈咪藤，我看内底是包啥的对啊。对，啊，古早就是古早。包的可多了。哦，对，即马。各种。即马叫做文化的创意啊，啊，真正啊，古早拢用红色的，对，啊，即马嘛有其他的色底啊，对，透明的，嘿，这就是无同款吼。啊来，这啥物话？这
这观察帮。嘿，观察帮。观察帮。有听过无？哦，观察帮呢，这是台南哈，台南沙甘里吧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笑？你冇看过观察？跟观察没观察。你冇听过无啦？我没吃过哎。这是台南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这个地盘，观察，观察，哎，帮这个帮，哦，我无吃过。哦，我临刚考虑，安尼带你去，太近嘞，就是咱台南吼，沙加里吧，啊，这赤坎，哦，赤坎呢，这老店，啊，边啊呢有这个阿宅的迄个烟尘雪吧。他在说那个赤坎楼附近的，不是啦，我被包了。赤坎，赤坎就是迄间店的店名。哦，一个赤坎，不是伫赤坎路呀，伫沙加里吧，哦，伫迄个友爱街，哦，即个甲中正路内底即个商场。这小谁？日本时代，太细了。日本时代留落来。沙加里吧听起来像万星语哎，它是日文吧？日文。哦好。哦，就盛场，哦盛场，啊，这个是在商场做老热的所在。哦，啊，这个内底呢，啊，有这个北来啦、下水啦、啊，坎肩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起来呢，啊，用这个吐司来去煎，煎煎的了，把这中切起来，盖在顶头，哦，像亲像观察同款，所以这食了吼，日日健财，会发财，会好运，哎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天下第一帮里头就是伫赤坎。安尼，我想要食这个。林刚，我带恁。你那三条拢要着，网友你那要着，啊来台南叫乌油鱼甲胶边呢，啊带恁来台南食小食，哦、喔嗯、一摆带恁食四大，安尼好唔好？唔该，我来食着小食，你小食是煮着来食的吗？小食。这人哦，思想邪恶淫乱哦，啊主人呢听着话就乌白相，小食是叫做小吃啊。小假，点心啦，啊，若要讲爱讲四修啊，四修啊，有一寡四修啊，就是点心，哦，四修啊，食物件，四修啊，食四修啊，四修啊，四小的东西，对对对，我四修啊，连刚刚教你写，哦，来啊，这是啥？臭豆腐。好，哦，这诶，发音标准，一句话讲了上标准，臭豆腐，臭豆腐，这伫夜市啊拢有啦，啊，这咧。小笼包，虾米啊？你像你像粤语，你讲广东话哦。小笼包，这北方的物件啦，吼、哦，这咱就讲小笼包，像我妈妈爱笑。一声，哦，小啊，一声呢，包啊包啊，可以包啊。咱就叫小笼包好了。小笼包，哦，小笼包，我们制作单位考倒先来，终于考倒了。小笼包是台湾的东西吗？不是，是我当时在这北方的。啊北方。北方。北方。哦，北方。来。面食。传来，我等下查，我等下查字典一下。好，安尼后家个来改，提出来课哩。啊，这上面。我等下再查。这是芭辣骨，骰子是芭辣，然后牛是骨，所以是芭辣骨。我觉得有道理，是不是？对吼，这是安尼啦吼，若要照安尼讲吼，咱是无讲是芭辣，你讲叫做豆啊，豆啊，绿豆啊，吼，啊豆啊骨，啊但是呢，咱若讲吼，这切料理袂使安尼讲，咱教人做料理就讲这是牛丁啦。哦，牛丁、鸡丁、鸭丁、切丁就对啦，哎啦，啊，所以讲这叫豆啊牛啦。你若要就伊个理解，因为这是新的，最近伫个车头顶头，我看有人咧卖这个肉牙齿啊啦吼，啊，伊甲这个牛肉啊切落安尼吼，像迄豆啊安尼筛子啦吼，就像咱咧绿豆啊、石斑啦嘿。所以豆啊牛，豆啊牛，我越看越饿。啊，大肠包小肠，咩啊讲大？大肠包细肠，无啦，迄个大肠烟肠啊。哦，大肠。有啦，迄个叫大肠烟肠啦，吼，你唔能叫大肠包小肠。包香肠。烟肠较细条，大肠较大条，啊，所以就是吼大肠烟肠啦。大肠烟肠。无唔对，哦，来，今仔呢，教恁念一句吼，
真有意思啊！有时星光，有时星光，不是天光哦，有时星光，有时星光，天星啊，天星看天外的星，星，星星，有时月亮，有时月亮，就是讲有时月亮较光，哦，月亮较明亮，有时天星较光，安尼听有无？有时星光，有时月亮。有时星光，有时月亮。月亮的月。不是月，月亮。月。啊，无月是放伫，是啥物时阵来用的？运气，月嘛，我月中秋哦，月牙，月牙球哦，月亮哦，月亮。有时星光，有时月亮。有时青光，有时月亮。你念安尼就会使，这就是讲三年一轮呐，好歹照轮。三年一轮，好歹照轮。讲好坏照轮。民调像月亮，风水轮流转。初一十五完呐。初一十五是加一不一样嘛？对不？啊，月亮是不是初一？初一无去嘿。啊，十五就更诶，十五就作更，所以伊若更诶时阵，就无看到星啊。月更暗过天星，所以吼、哦、人爱会当吼定到稳住自己诶心性，毋免急，哦等待机会。所以风水会轮流转，安尼听好。风水会轮流转。是啊，有时星更，有时月亮，哎。月好难念哦，月亮。啊，你若未晓，你唔着赶紧定，对无？月亮。定起来看，你着学会晓啊。等去过了，你门啊知，还阁学起来，放起来定看一遍。忘掉，爱听龙盖生的话，来龙盖教台语，阁会使学做人，安尼真正袂歹。我们刚刚风水轮流转嘛。风水轮流转，最近也转到了演艺圈。哦、最近演艺圈好像事情发生很多，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各地哦，那网友好像就是闲闲没事坐在家里，就会很关心明星的动态。那像是就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有范范嘛，然后被出征，然后最近又蔡依林因为唱了一首歌也被出征，然后最近 Lady Gaga 因为她挺了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，她最近也被出征了，然后。像是之前中泰网友还大战，因为一个泰国的男明星的女朋友，我这个关系牵很远，然后也被出征。不知道龙介先最对这种网友一直频频的出征明星有什么看法？你有被出征过吗？不啦，我较早嘛是我咧较早龙介先到台语的时阵咧，甲柯P指点的时阵，柯粉就来出征啊。你之前甲赖神指点的时阵，敢有去用出征过，去用赖粉出征？有啊，但是出征的真袂赢阮啦，因为阮人有力气嘛，吼。咱生的是战士。做人有一点道理嘛，力出功勋嘛，你听有无？所以网友吼、要甲这个人出征，其实爱思考啦，哦，真侪代志爱用整体国家的利益去看，哦，唔通讲哇，伊甲咱讲安那，咱就针对伊。全世界即马是地球一村呐、啊，哦，地球一村呢，啊，真侪到尾啊，会阁反向倒转来，所以凡事呢，莫急啦，哦，急者无敌，你毋捌听伊讲？急者无敌。急者无敌啦，急得无脑底啦。智者无敌。无智啊，无智无敌啊。有的人讲急中生智，有无？急中生智。无啦，迄是万中出一尔，一般人急者无敌。会混乱伊，哦，所以呢，凡事呢爱冷静，啊，网友嘛同款吼，对着跟咱意见无同款的人呢，应该会使尊重伊啦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了解。哎，又来到我们开心的游戏时间了。那我们台语天王龙盖先呢，要 call out 给网友，限时三分钟内。不可以讲国语或者是英文或者是肢体语言，那网友猜对就可以获得一分哦。好来，嗨，网友就发嘞，你好，你好，第一题，好、哦，四字啊，四字呢，一种料理，料理，咱咧食料理，用烘诶，
烤肉。好迄、那个国家的国旗是中一粒红红，日本料理。哦，头一字对啊，第一字对，第一字对。日本。嘿。啊。日式料理。两字头前两字对。日式。啊，后壁迄个是用火有无？用火炭，用火炭啊，物件伫啊，安尼变来变去。日式烧烤。哇！好厉害。你给我救掉，你给我救掉，第二条吼，第二条就是咱咧食，啊，大家拢围做伙，啊，中一脚，哎、欸，对，四字，你讲的是后壁两字，哦，猪头火锅，不是，哎、欸，第二字对，头火锅什么头火锅？第二鱼头火锅，不是，伊这个地方在伫倒呢？伫广东。广东的东南边，现在在小南。广东的东南边还有一个地号，什么头火锅吗？哦，对对，头火锅。不是那个鱼丸有无？伊足出名，就是鱼丸，什么鱼丸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地名，广东省，你知无？广东省，广东省。一个地名。一个关，啊，伊伫海岛。在台湾吗？不是台湾啦，迄个广东啦。广东啦，广东啦，广东。你三字对啦，四字你对三字。广东火锅。不是啦，你对三字，第二字，你头仔讲的。什么头火锅？啊对，啊，迄地号名叫啥物？什么头嘛？你怎么？牛头，那个是肉，是动物吗？是地名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伊头一字吼，三点水，三点水，水里边。对啦。汕头火锅，没错。对啦。好厉害哦！最后一个。第三题哈，四字。四字。四个字。咱咧食伫海内底的物件。海里吃的，海里吃的四个字。拢咱去东北角拢要食啥？去哪里？哪里？东北角，咱去鸭柳。咱去鸭柳。北角也有吃什么？去西港啊！去西港，咱要吃啥？我们去渔港都吃，是虾还是鱼啊？啊，拢是。什么海产啊？哦，对。在里面。不是啦。真的加油！真的加油！东北角有虾，四个字嘛？四个字。后面那两个字就是你刚刚讲的，是虾又是鱼。龙哥吃的什么虾？我自觉的说出来。什么虾鱼？什么虾？海大鱼，人这会叫做啥？海鲜。哦，对。什么海鲜？头前那就是安那用鼎落去冰来冰去，啊，作烧。石板海鲜。不是，安尼你看我安尼，不可以用肢体语言，我可以的，龙哥生，没事啦。第一个字，得你，练，10秒9，练的得练，7、6，啊对，三。就海鲜，哇，失败了，是热炒海鲜，热
草海鲜。我懂了，觉得潘太姐跟龙哥先到疯了。你们我懂了，林刚我带你来吃看卖啊，你就知以后热炒海鲜你就记一世人啊。林刚我带你来那个碧沙渔港哈，对不对？碧沙渔港吃。加一个叉海扇哦，好，安尼好不？看这题目好难、哦，真的好难哦。我懂啊，感谢你啊，再见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那你两个安尼今仔这节课有啥物心得无？有时新更新工，有时七更啦，有时七更，有时月亮啦，有时月亮，所以咱生的嘛是会向科道。是啊，我今仔就是我今仔就是七更啦，七更，恁两个七更啦，啊我对无倒啊，今仔月亮未光啦。那我们要记得订阅 Yahoo TV 一起看，还要记得按下小铃铛。感谢你，下一次两届先教台语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